Resi Outlet 商场店还没开，早就排等在门外的民众你推我，我推你挤得毫无缝隙，就等进门这一刻，人潮拥挤的夸张。但等等，这里已经接连有两个确诊足迹。 新北市个案，3月20号特别搭高铁南下逛商场 ，CT 值只有13。隔几天又有一名女童转搭台铁沙仑线，在商场停留 ，CT 值只有18.22，传染力都很高。怕说就是无意中，然后被传染到也不知道。比较担心是小朋友，还是会选择出门吧？对啊，也是难得的廉价假期。民众嘴上说害怕，但难得廉价，台南景点人潮还是很多。市区景点吃砍楼，天气回暖，冬瓜茶、水果冰排队超长，座无虚席。 疫情也是加减有影响，所以担心的客人就是人潮不来，大家要有自觉性，该在家里休息就在家休息，不要乱跑。都已经疫苗都打了，<笑>这边是人潮都很多，对不对？廉价就是哪里人多往哪里走，但专家说廉价之后可以想见。出游以后可能大家群聚，然后一起去吃饭，所以机会就变大了。你现在每天都上百个人。 而且很多还是不明感染源，我相信在可预见的将来，大概都会维持这个几百个数字啊。不明感染源隐藏社区，加上廉价民众跑跑灶，南北移动群聚加持，廉价之后要是疫情爆发，恐怕也在预料当中。记者赖冠璋台南报道。 五星总统级的顶级食材，秘制独家配方，以10多道严谨的工序，将严选的大干贝、珍珠包、石斑鱼、菲力入酱，上快点购的网站来订购，就拥有五星级的食材。同时还有推荐代码 CTI999，就能够享优惠，给大家总统级的享受。